说到静心，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，在双世宠妃中可以说是人生大赢家了，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。剧中扮演静心的明星是孙艺宁，不论是表演还是颜值，孙艺宁都非常的不错。最近孙艺宁的新剧已经官宣了，而且现在正在拍摄当中，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有没有关注这部剧的名字，绝对会让你听到就想追。你们知道是哪一部剧吗？最近新开拍的电视剧你听起来很甜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。这部剧的女主就是由静心孙艺宁主演，剧中的她饰演的是夏小宁，是一个职场新人。而且这部剧最有看点的地方就是在于这部剧首次聚焦配音圈，给我们展现配音界的甜蜜爱情，非常吸引人。而且这部剧的男主竟然是吴倩的哥哥，并且颜值还不输郭敬晨。剧中男主就是赵志伟，在《我只喜欢你》中饰演的是赵观潮，是吴倩的哥哥，也是全世界最好的哥哥。不仅如此，大家应该知道孙艺宁和郭敬晨合作过，他们主演的《惹到冷殿下》就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。这次孙艺宁和赵志伟合作，看着也非常般配，男主的颜值一点都不输郭敬晨，非常值得期待了。那小伙伴们期待这部新剧吗？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。